节哀序曲的节目是由中医团所演奏的《春风进行曲》，日本南俊明的作品，开头旋律活泼有朝气，象征春意盎然、万物复苏的景致。铜管洪亮的声响与木管清亮的乐音，则展现活力的气氛。接着，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老师陈凯岳老师以及中医团所带来的《春风进行曲》。